两年，安心亚终于在2016年10月31日发行了个人第四张专辑《人生要漂亮》，其中一首跟罗志祥合唱的《靓仔》再次掀起了话题。MV 推出大约两个星期， YouTube 点阅已经超过200万，尤其是舞蹈也受到大家的注意。原来安心亚除了可爱性感，也可以跳这种结合力道与律动的舞蹈。粉丝敲碗要求舞蹈版 MV， OK， 那就应观众要求拍给大家。只是动作编得超满的这首《靓仔》，少了小猪，剩下心雅一人，几乎没有休息空档。跳完咱们的女神只有一个想法，跳一次就已经快往生了。刚刚就是想问说能不能就是中间断掉，就是接着拍，但是老师说就是大木老师说就是要一次跳完才厉害。在两次之前他们已经练了很多次，十次有，因为原本那个小猪的部分我们本来没有在跳，但是现在变成是因为没有他在，所以我也要跳，所以我刚在学那个小猪的部分的音乐的舞蹈。没有可以不允许有失误的地方，可是一次要一次一进到底，然后全部跳完。那个体力还 OK 吗？还可以啦，只是有点感冒，有点胀胀的。衰耶，我明天再感冒。天天是经历。对。难的地方在哪里？超多的走位，真的很累。因为小猪在跳的时候，他是在旁边其实没什么事情的，但是他现在要把那个部分给补足，对，给填满，那就会要跳 double 的量。对老师，没有，因为他看起来很厉害啊，我的责任就是让他看起来很厉害，很好，但他就是没自信啊，天生的要求完美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反正我就觉得他自己觉得他不够好，但我们都觉得他已经很棒了。就算是因为感冒而头晕脑胀，但安心亚可一点都不随便。处女座要求完美的龟毛个性，完全在拍这舞蹈版 MV 时展现的淋漓尽致。Thank you.
多少跳？你知道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哦，不是啊，既然都跳了，不能输啊！不能输，可他们是真人啊！你要跟谁比？你要跟谁比？我怕人家觉得我在偷懒，没有用力跳啊！我在学醉酒，就是副歌那个啊，帮我拿鸡，就是这个我学醉酒。为什么？在哪？就他。OK。啊？老师先示范一下。那你就还是很轻松。对啊。没有啊，可是我加身体。啊？这个啊，混不了。你不要当陪审，你就跳，你就跳。啊！我就想要跳，感觉很厉害啊。哎，那混睡老师原本设计是这样子。对。然后，但是后来他跳这一阵还是怎样？加身体。加身体。就想要扭了，他想要扭的很大。原本的设计只有绕手，而且我原本连就正常绕手都不会，就是都会很像在磨豆浆还是什么的。
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跳这么用力，但是自从练会之后，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，就是原来我自己可以跳到这么用力。那下次如果还有机会，要不要再找范某老师帮你练更难的舞？暂时先缓缓。没有啦，当然是希望之后还可以再更突破一些啊，和律动会再更多吧。一次一次的跳着，就是希望拍出最完美的画面。或许像这样不肯妥协的个性，正是安心雅不断进步，而且表现越来越亮眼的关键喽。完全的真情，宋兆博独家采访报道。